108年10月15号，我苏石区本分局埔口派出所接获通关里民众报案，称其住宅门窗遭破坏，有窃嫌侵入窃取财物，立即派遣监视人员及处理员警到场采证，并了解案件发生经过。经初步询问当事人，财务损失约现金零钱2000余元，另外有一台摄影机也遭窃。本分局目前已经锁定特定对象，将积极查缉到案，并加强该区域巡逻，确保民众居住安全。